哇塞，一转眼13年了啊、哦！真的、哎，我们终于搬新家了，还不错。嗯，你看刚开播的时候，我一个女儿，嗯、现在已经4个女儿了。真的，我们要改变。嗯，是是，能干能干啊！哎，厉害！这个搬新家是 OK 的喜事啊、哦嗯！不过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注意一件事啊、哦？怎么样？他谁啊？嘿嘿嘿！哇，三位大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是是，我是四弟阿翔，是是是。等一下，等一下，你干嘛？哎，你外景不好好出，跑来我们这边搅和什么？嗯，怎么这样说呢，鹏哥？你们刚刚说的很好啊，13年了，应该要做一些改变。是是，那是的。这13年来你们辛苦了。哎，从今天开始，我加入之后呢，你们就可以旁边凉快去了啊。不是，还有什么？不不，旁边做一些比较轻松的、比较凉快的事情。那重责大任，只要大哥们一吩咐，小弟绝对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了。那既然这样呢，先叫声大哥提一下啊。大哥是对的。你看像阿翔就是非常优秀的，所以他在这边是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是是是。但是哈，你们两个在这边干什么？大哥好，大哥好 ，surprise， 耶，啥什么东西啊？那阴魂不散啊！你们两个干什么的？搬家了还跟着？想当初那边脆皮酥是干什么的？没有，是小可爱。对，想当初三位大哥背后还不是有我们两个小可爱撑着？什么东西？不然你们哪有今天？讲什么？干嘛？想造反？不是不是，怕什么东西啊？是是是，鹏哥说的对，大哥是对的。要不是有这三位大哥当初对我们不离不弃，是我们两个哪会有今天？对，好会演。真的，哎，我跟你阿翔，对不起，因为以前我们录影的时候，我们旁边呢都是那种很漂亮、身材很好，对不对？长得甜美又会唱歌又跳舞的古光女神。对，是啊是啊，我一看你们节目就是只看这个，哎，是啊，就这一部分也是非常重点，是讲话小心一点。对，现在剩这两位是不是？哎。大哥，大哥，千万别这么说，好脏、哦。我们两个小弟呢，今天是有备而来。怎么说呢？没错，今天我们会为你精挑细选，要多少有多少，是妹海来着。真的假的？但是怕你们太久没看到女生了、啊，会晕船，多到你会腿软。什么东西？你在讲什么东西啊？当年上海水饺哥在这里，是不是？我当年是开船去上海，是不是？晓得吗？是，大哥是对的。全新改版，创刊号，美海来袭。轻不轻？很轻哎！完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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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来，好了，好，大家都就位了嘛，对不对？嗯，哎。不是要让我们晕船吗？还好啊，这不晕嘛。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哪里有晕不晕？人呢？三位大哥，来是是是，不如两边坐一下，好坐一下，对，好好来欣赏一下，对对对，观赏位置，要开始，来，全场第一排，没有错，好表演啊。大哥已经一边凉快去了，有没有看到？好好把握，架空的超漂亮，哎，漂亮，哎，两位一定要让大哥们今天要舒舒服服的，知道吗？没有问题，大哥是对，来，交给他，交给他。好的，好的，好，来，那我们谁先来？一起啦，哎，对对对，好了，哎。然后那表情就会自然一点，这很不习惯的。而且我们手上有手卡，然后你们没有。站在中间气场真的要够强。我跟你讲，今天这个是我们改版第一次，是，就看你们怎么样。没有问题啊。哎，今天我们是成败你们两个层层的海选，成败两个卡咯。哎，哥不行，我们又改回来哦。不会不会，不要这样啦，来了，一定要这样的。对对对，一定是残酷，一定包你们满意。撑住撑住，怎么样？来来，国光小妹候选人，来出来。It's just so fabulously crazy, burning up. I'm on fire. It's just so fabulously crazy, fire. 哎呦，哎呦，耳朵打开喽！跟各位介绍一下，1号32D，25、35。哎呦，他是我们的名船金钗，
就是我们的国庆典礼啊，穿礼袍的礼服的那种，来，要不要出来转个圈给大家看？什么要不要出来？哦、你要不要走个秀？走个秀嘛，我们走个秀给大家看一下。不是不是 ，music， 是是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哦，我懂了，你不要生气，你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你不要急，好不好？不要急，哦，示范一下，示范，来，是是是是是。来，我跟你讲，正嘛啊，对，来，我们走个秀，好吧？来来，请到这边来。好，预备 ，music。李李李李李小姐，好，李小姐很棒，来走回原位啊。李小姐，哎呦，现在李小姐屁股都要插一个手机，有没有？接下来，接下来，来哦，他的三围是32C、23、33。对对对。然后他曾经在我们的总统面前表演过舞蹈。你在总统面前表演舞蹈的？嗯。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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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中间请。当年跳什么？现在跳什么？因为 music。啊！哇，总统。我们这总统，总统现在可以看这个，我也要选了，对不对？哦，好了，人人好，耶！冲冲啊！对对对对对，冲冲！哦，厉害厉害厉害！哦，紧接着我们三号，三围32C、24、33，他说自己有明星脸，长得很像哦杨锦华。哦，哦哟，感觉。接下来，哦哟，四号，你看这个腰，我的老天爷！四号，快快抱一下三围，32E、20、21、20。哇塞！什么？21一就算了，哎，只有21。哇哎呦，应该是小学4年级吧？嗯。哇塞，我头围都跟你腰围一样大。这家厉害了，他是田径队员。哦。只要他喜欢的男生，他谁都追得到。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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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径里面强项是什么？长跑、短跑都有。哎呦哎呦，你的菜哦。哦，对对对对。那你有试过爱情长跑吗？哎，刚开播你就开播，然后你介绍到5号而已。我们的5号，你要好好介绍，不然哈，我6号到10号我可能没办法介绍。不会不会，你要给他，绝对撑到你那边。来来来来来，我们5号，三围是34C、25、33。据说他长得很像豆花妹。豆花妹哦，可是他肤色是目前为止我看的最顺眼的。你喜欢？健康的健康肤色，小麦黑，坦白我是没有办法，黑炭豆真的那种，你可以转侧面让我们看一下你身材的曲线。哎呦哎呦哎呦，这不科学了这个。那这小妹，这个是小妹，眼睛很有神。接下来是6号到10号，我跟你讲，这边在我这边哦，都非常的厉害。首先6号来个重口味的，哎哎，6号曾经在酒店上班哦，来了吗？秀舞的吗？什么意思？在酒店调酒。大概调酒，听到好不好？调酒，火被你挑起来了。酒店调酒的部分，好，所以他以后如果当小妹，就可以调酒给大家喝。哎呦，对不对？在后面边调，对不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条件。他讲话，他讲话。喝酒哦，又喜欢，可以大家一起共饮，这个就自家人了。对哦，自己的自己的，自己拉票了，会自己拉票。三位大哥，仔细看哦，因为我们一 round 只能暂时选一位出来啊，每一位都要好好的观看一下。为什么只能选一位？仔细端详，不是，这是他们定的规则。我也很慌啊。对啊。好，那你问一下有没有什么要表现，有没有话讲？对啊，除了喝酒之外，我长得像一个 AV 女优。哎呦哎呦，日本的，这样加分，这样加分的，像谁？像谁？现在要表演 AV 女优，没办法啦。哦，对对，没办法。像谁？像那个前田香子，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前田康，康哥一定知道，对不对？知道吧？那你可以讲说康哥亚美蝶这样。康哥亚美蝶，亚美蝶。哇！康哥冷静。哎，有得一票，你得一票，你得一票。不是，不错，不错。那我觉得你搬家第一天就中风了。那他你就讲这一句，谁受得了？受不了。好，来来来，再下位。接下来换我们，哎，肉开。哦，是肉开。7号腿啊，是超过100公分的美腿，非常腿。我转一下，非常腿是非常腿。你不要，哎，你不要紧张，我非常腿，非常腿。不是这种就要请他出来走个秀。哦，来来来，搭着我们两个这样。对啊，我搭着我们。两个好矮哦。哎，太矮去了。太好，其实不要搭比较好。
再来是八号。不是你刚刚这个七号这样腿，那八号是给他难看嘛？不是，每一个人术业有专攻。哦，对对对，有道理。他专攻的不一样，他是曾经拍过我们哦内衣广告哦，哎呦，童装吗？哦，哎，就这样，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嗯，人家难看嘛，噔噔噔，没关系，没关系，不一定，好不好？不要气馁啊，接下来是我们九号，九号正哦，哎，九号，你看他的眼睛，哎呦，神是一位艺人，哎呦，谁谁？冯元贞，哦，真的很像哦。真的很像，他是算是高板高挑的高挑板。那要不要出来走个秀、啊？哦，而且还来，请走秀，自己一个人。哎呦，来走向这边啦、啊，走向我们这边。哦，对对对，选小妹嘛。哎呦，哎，再近一点，再近一点，离这么远，再近一点。哎呦，曲哥，曲哥，来，曲哥带领啊，曲哥。哎呦，哇塞，更矮。好，哎呦，哎呦，自由自由，爸爸带小孩。好，来。向曲哥叫声干爹！哎，可以的。OK， 哎呦，好感人的一个画面哦！我真的觉得看完这个画面，我们平常应该女儿多多推爸爸出去啊！最后是十号压轴，好不好？重点是他的特色就是他有低。他这有带猪来哦，猪在哪里？有低啦，而且这种人他也有明星脸，他像那个艾莎，哦，艾莎刚结婚，哦，刚结婚，艾莎，而且他还眼神非常的有神，很像混血儿的感觉。关键时刻到了，哦，关键时刻，十个只能留一个，我们第一轮选一个，我就选六号，六号，六号，好，六号。六号，确定？对，怎么了吗？谢谢。哎，这种不错的啊，这个我们剩下的我们要把口罩打开喽。还有四十个没啊？等一下，大哥是不是对的？大哥是对的，大哥是对的。对嘛？好，我的权利，你们尊重一下。所以选六号的，嗯，来六号过来这边坐。好，其他的预备，来，我们口罩数到三就把口罩拿下来，预备，一、二、三。我觉得我的位置很吃亏，因为我就看起来超矮的。你们这样都要把我排这边？你排在这一边，你现在过来这里。因为我看起来像矮人之类的。插进去，中间，中间，对啊，你看我这里多啊，哎，就刚好多啊，这样就会输掉了。他这感觉我讲，那个妈妈长辛苦。到那个旁边去那个。到我们家外面院子休息一下，好不好？好的，好不好？那边我们门口有日本料理啊，大家先去吃饭。对，来来来，谢谢，谢谢，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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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选小妹第二 round， 大家收拾一下自己的心情，对，好不好？沉淀，哎，对，要一直提醒，对，跟吃美食一样，是要喝一口水。是选小妹嘛？对，选小妹，不是选小三四五六七八，不是。我是那种人吗？不是，那你为什么对着鹏哥讲呢？对啊，我读他一个，会这样想的在这里，读什么周刊？过去多久了？还挺温暖，好好，温暖的周刊见，周刊见，大哥，周刊见，好，好，快点啊！好了，十一到二十号，小妹前进。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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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娇妹，哎！哎，改主题了，不要选小妹了。哦，这怎么叫啊？就这种的。请问一下，十二号是摄影师吗？十二号，你是带什么东西忘了拿走是？那是什么意思？那什么意思？麦克风要什么？没，他就是这样引起你的注意哦。对啊，什么意思？他说要我们框他了。哦。没有乱讲乱讲。要 follow 一下，这个是寄爱心之后要把你们的心收进来，最流行的手势好不好？收我们吗？我们有缺这种黑社会的小妹吗？太凶了，脾气有点不好，脾气有点不好，好不好？我们这个高挑的，这是打手的，看哥小心说话哦，因为他最专精的是射箭。我跟你讲，我们这需要安管。射来宾是不是？啊，来来来，第二个那个手抽筋的，第二个这个哦。本身是有幼教和国小老师的执照，哦，老师，高学历美女，哎呦，多高？那高学历，身高不是身高啦，读高学历什么学校嘛？对，就是教育大学。哦，教育大学，那很高啊，值得尊敬。但是我是第一名毕业的。
哦，你是不是有家室啊？我哪有家庭啊？我们同学有家室，你是说太渣了你啊？家带到我们家，有可能是小妹啊？我哪会？不是要给笑容笑容，温暖温暖的局，来来来，冷静冷静，好。好，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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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十三号这个不得了了，眼睛非常的漂亮，而且重点是他擅长跳舞，而且是各种舞风都难不倒。哎呦，来十三号，来来来来，我们在中间，没有人没有人，各种舞风啦，土风舞，走 hip hop 来，哎呦，哎呦，我 hip hop。哇塞，这个很粗，这个很粗糙哎！那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家教就坏掉了。哥，我们今天第一天你出啊？榻榻米一空哦，我刚刚补土，补土，补起来，要补土了。喂，拿起来。哎，十三号，十三号，想请教一下，你这个劈腿是哪一种舞风啊？不是，你是十三号还是十三点？十三号。哦，太好了。好，谢谢你的表演，谢谢谢谢，厉害厉害，来再来，非常激动，来来，哦，十四号不得了了，各位有喜欢那种混血儿的感觉吗？而且他楚楚可怜的样子，对，眼睛非常大，这个才是 A V 的吧？哎呦，他是越南的混血儿，哦，海伦清桃哦，可以上演一种那种越南情缘的那种感觉，哎呦，很清纯的，哇 ，V C 耶，对不对？非常漂亮，十五号不得了，哎呦，十五号是吧？跆拳道黑带一段，哇，哎呦，师傅那个碗也太明显了，哪个？我有，太流行了，这个家采购不到。哎，访问重点是，上衣哪里买？拿头发挡一下，头发挡一下，你的新造型，新造型。啊，哦，好了，十六号，十六，来哦，十六号，十六号，大家都说，哦，长得很像我们的。曾婉婷跟林明真，哦，曾婉婷好像有一点电眼，嗯，三十二 C 二十二三十四，哇塞，这一组是 C 组啊，哦，哎，不是十二组，你说不，你的意思说不是 C 组，您是有到一哦，胡乱胡乱胡乱，好了，来来，还有什么要介绍的？十七号这个漂亮，告诉你，基本上她是我们的这个公益彩券的看板女主角，哎呦。那我们就知道了，长得很公益，来打个抱抱，好，急不急？只有低才讨抱。哎呦，再来是我们这个十八号，哎呦，一样没在数，三十二 D， 二十四，三十三，再来这个我们十九号，哎，他厉害喽，他怎么样？他是我们这个输赢的感觉，南投埔里美人腿，选到的这个最佳口才奖，啊，美人腿选口才奖，越怎么腿选一选会到嘴巴去的？要去介绍那个美人腿，不是脚白笋吧？脚白笋吧，脚白笋不动俗称，好像是有人对对对，那时候就是选拔的时候哪有入围，然后就是腿的部分，然后因为我用英文，然后全程介绍那个埔里的一些特色。那你讲一遍，那应该要埔里 English， 我们都 English 一遍 English 吗？来 ，OK， I'm from 南投 and my name is you can call me 甜甜。And if you today you choose me and you can happy and I'm happy。哦，我有听错吗？讲的是英文，介绍有八个 and 很多产品嘛。福利有很多产品，福利很多。哦，福利。再来就是我们这二十号，三十二 D， 二十四三十四。哦，阿翔是什么感觉？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来对节目了，很开心，很开心。哎，第一印象你这个哪一位？我觉得十四号的眼睛确实很抢眼，我推荐十四号的眼睛。好，你呢？哎呦，刚好跟我 double 了，你看看，你 double 对呀，是吗？对呀，这个，所以我要选另外一个，对不对？没有啊，不用不用，是三个，对对对对。那我也觉得十四号，因为他那个电眼太厉害了。而且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你知道吗？是哦，好像不选他，他会哭一样的。好，那就其他的都跟我。啊，那我跟菊哥要抢哎。好，你决定，确定，一二三。十四号。哦，哎呀，来，知道来坐这边，老妹坐着，好不好？老妹啊，那其他的就麻烦大家把那个脸拿下一边去。三二一，哎呀，又混了一个嘛！你们会不会选呢？杨丞琳，不
不是跟那个谁在一起吗？哪有？没有那个。大飞的女朋友啊。对啊，对啊，已经有家室的人你还来？不是，不是，大飞看到会哭啊！我跟你下次单元我们写安管的时候你就中。你都骗人，你还说什么我像你妹妹一样？都骗人了，还不选我？这一趴是他选的，是吗？是不是？各位到后面，彤彤小友赚啊！这不挣，哎呦，谢谢，哎。我觉得太少了，对，很多阵啊，对啊，没关系，你们待会再试一下，全部带走。Round three， 那个，哎呦，哎呦，哇，哎呦，哇，哎呦，木哎，哎呦，塞，哇，哇，哎呦，我跟你讲，一出来会比姿势都老妞。你没有学到教训吗？哎。有没有刚刚那个老的一出来？对，就比这个嘛。现在又比这个假鬼假怪的，而且刚刚还说人家最新的。这个老妞还比老的，24号你要不要先进去了？我们24号非常会唱歌，真的、啊？是啊，对，有参加过歌唱节目。来来来来来来，你要唱什么样的歌曲？我唱《宝贝》。宝贝，宝贝 ，Music Baby。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好意思，你有得过名吗？你们介绍错了，等一下，你说你有没有介绍错？当然有啦，对啊，在甄选节目，假的，我以为他有阴阳眼，他是这样，我的包，现场抽宝贝，对，你在看谁啊？对，你真的歌唱比赛，对，可是最后一名的，哪有？好，那我们没关系啊，好，宝贝来，请坐，哎，资料不能乱写，哎。好了，哎，不要害我了。对啊，22号，这个厉害了。又哪边？小学6年级啊。对他常常被认为是年纪很轻。回去上课，那边选什么小妹啊？他为什么想要来选小妹呢？要赚钱的。好感人啊！哎，我们的口罩现在用不加用，我们口罩没有小一点的嘛？哎，对，为什么戴的不一样？他那个是最小的了，他脸太小，真的，对不对？那接下来这个厉害了，哎呦，哎呦，哎呦，大哥好，大哥好，哎呦，哎呦，招待招待，马上给他一个下马威，嗯，哎，你可以大哥好，安全吗？大哥好，不，因为那边有大哥，那边有大哥，这边有大哥啊，哎，要好，你要走过去，好好回来这样，用跳动的，啊，好好好，哎呦喂，大哥好，我跳去。哎呦，我们榻榻米，这边，有，好过，好过了，有，小心，乖，不会晕倒，行，还行，特色什么特色？像陈意涵，哦，大眼睛的，哇塞，我有看错吗？陈意涵，对不起，不会，马上又平反了，因为他还有像一个人，他像蛇精男，你是有写错吗？喂，要加分的啦！对，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你自己写的吗？你是疯了！我们已经缺女的，还找一个男的？对啊，我要跳过。好，接下来24号不得了，他上过 FHN 男人帮的比基尼企划，摆几个3连拍给他们一下，预备。第一拍，哦，老。第二拍，哦，资历。第三拍，哦，资深艺人。我跟你讲，这不是23，就24号，一定是资深艺人。这个不得了，这个眼睛非常漂亮，超级像那个邓紫棋，很像，真的很像。你当主持人，你要进去让博哥一点。鹏哥最喜欢看眼睛了。鹏哥笑开怀，松大呢？我要给他一巴掌。真的眼睛很漂亮，蛮像蔡少芬的啊。接下来26号，哈，26号他，哎，你下巴这么长还是？哎，拉上去，拉上去，你干嘛偷偷露出五官了？陈伟明，对，不要再装了。陈太鲁，他演出过我们这个台中市政府的微电影。哦，27号，哦，不简单，眼熟哦。32，哎呀，24，他那个不用介绍，他就是爆炸妹，你看那前面已经炸开了，真的。27，好，对，有点感觉，有。来，我们28号，对吧？哦呦，34，哎呦，24，打我，他说他是校园美女第一名，是不是？校园美女，我们都走校园的，走个台步。28号，来，我们身材比例特别 ，music， 哎呦。真的，
哇，会耶，他会耶，会，很稳很稳。哎呦，漂亮，可以。哇，棒棒，厉害厉害，厉害。接下来我们29号不简单，快进。32C、23、34，他是我们的街舞老师。街舞老师啊，哦，那是不是要 drop the beat？ 接龙老师 ，drop the beat。哦，街舞的，小心哦。哎呦呦，哇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现在街舞不走拍子了。有了，顿天还是有。对。哦，小心点。不是，可以。这条皮带是很贵，是不是？你从头到尾一直拿着。掉了。哦，还要掉，小心。好棒。来哦。我们这个30号，30号，不得了，哎呦，30号你吃哦，30号太可怕了，我的老天爷，你是木兰飞弹吗？可怕，31、21、23，翔哥选，来选，我选27号，哦，因为呢，如果跟25号比较起来，两个每个都很优秀，是，但我比较喜欢娇小一点的，哦，是，来27号来做，所以哦，27不娇小哎。来，1、2、3，面罩拿下来。哦，你看吧，24号老的吧，你看吧。对，你有身材，但老了。棒哎！哦，好，太棒。OK， 那我们剩下的向右转，起步走。哎，麦收完，麦收完，不要被他带走。对，下一 round。哎呦！不好选，不好选哦，这个不好选啊！来往前一步，哇塞，这一组很强哦，好像蛮强，这一组很强哦，这一组除了35号都蛮强的。对，哎，看出来了，马上针对，真的吗？你认识的？我们很熟吗？认识的，哎，还是叫35号先走。太明显了，口罩遮不住。好，来，说不定你会选中啊，对不对？没有，从哎，我操，1号，31号是女仆哦，31号有小心机，有没有？小心机，秋叶原来的哦。不过他脚太细了，你看，好细。各位厉害了，就是他胸之外呢，胸前有一个夺命的字。夺什么命？他自己超不通顺，都行。夺命的字，你可不可以因为起，除了他本身的这个上围非常傲人之外呢，重点他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有没有？是什么？眼尖的都看得出来，有一颗非常抢眼的痣。哦，对嘛，有没有？对嘛，好点，可以。什么叫夺命的痣啊？好，33，我33，33厉害了，33厉害，33，而且重点他32:1。对不对？哎呦，我刚刚好担心你讲33来迟哦。不会，我觉得不会讲这种。哦，本身是有童颜巨乳的感觉，是不是？这个电话是怎么问的？什么意思？处理一下。传说什么？哦，传说你这样就直接把它讲掉了嘛？哦，你问他说，请问一下有没有人是怎么称呼你的？然后他会说，哦，有人说我童颜巨乳，他会自己讲。对啊，你就讲，你有童颜巨乳。对啊，而且有童颜巨乳的感觉是怎么样？而且什么感觉？不是你要导引他，因为我看他们都很漂亮，我是会晕的。不是你是主持人，你要引导他讲话。对，就我看你。长得很像小孩子，但是这么大，这叫什么？他就会讲嘛。哦，这是因为说这么白话。大哥是对的，大哥是对的，对的。哎，我们没有搬家之前那些武器呢？没关系，我帮你找找带来嘛，帮你找找看。现在是温暖，现在没关系了，是该出手的时候。等一下，张立东脸自然一点。哦，自然一点。对，张立东，你要不要先补个妆啊？你先补。卫生纸给我一下好不好？好紧张。预备去，好，不是啦，你还要起份，好，我去帮你拿面子，慢慢讲啊。立冬没事，立冬没事，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到34号的部分了。面子，哎，好，来，34号不得了了，怎么样？他的优点是他的鼻子，虽然现在看不到，对，而且他为了这个节目，他特地去挑染这个。
最新的这个发色，灰色，给大家看一下，最流行，搭配这个口罩来，芋头紫最流行，有没有？从这里，对，从这里，哎呦，转一下，哦，这么转那么帅，你现在在抗拒我吗？我已经主持不够好了，你还要这样？对客人客气，我们在选温暖温暖，选妹妹，对人家那么凶，哎，温暖大哥了啊，温暖大哥出场，慢慢来。未来这里是属于你的，不要急，你看后面都湿了，这个冒汗很温暖。王祖浩，先讲一下，我想听他特色什么？给他一个机会，特色什么？特色什么？你现在很危急，所以你必须要自我拉票一下。特色什么？特色哦，讲话吧，胡烂。哎，你不用讲，也可以讲话啊。哎，你还是有一些比赛是冠军的哦。我花样美肌第三名哎，第三名，是被删掉了三次。等一下，日本来的哦，花样美肌，花样美肌就是比不要拉下来，不要拉下来，你就这样讲就可以了，听得到的。对，就是花样美肌，你们知道吗？好，改三十六，改三，快三十六，三十六进化来了，三十六厉害了，他自己写自己，身材火辣。有，身材是不错啊。34F，24，33。哎 ，F 了 ，F 了吧？我跟你讲，谎报的我都是掐的哦。对啊，谎报我都是用掐的哦，把它掐大。我跟你讲，怎么会？身材不错。好，我们37号。37号心情不好的。32D，24，34。是哦。对。要验一下吗？他喜欢他的屁股。屁股，还有他锁骨。哦，屁股可以的，屁股可以哦，非常好，屁股哦，哎呦，可以三次吗？我们这个38号的三围是32C，24，35。好，来来，再来就是我们39号，32C，23，36。特色是什么？他是这个我们的18 age 的这个城市少女。什么报一些我们没有听过？十八 age， 这个时候你可以救我一下，什么是18 age？ 我没有说我是18 age。我给人假的。哎，今天好不容易我们两个处女秀，那你们心情好，对我们好一点，全都是假的。我没有说我是18，还是我是18岁啊？那你是18岁啊？18岁的时候是城市少女，是不是？嗯，有选美。哦，那你们不要写 age 给那两个年轻人，他们看不懂什么意思的。对啊，我以为是什么潮流什么，对 ，hip hop 什么的。这个18岁的时候，就是18岁嘛，什么 age？ 两个土狗，对不对？啊，快，哎，40号厉害喽，40号，他只有38公斤。方便携带。来，那个张东过来报一下，真的38，38公斤，38，我是报一下，报一下，快来。38公斤是我们的一半而已。你别，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就公主抱，公主抱。对啊，你是要把它反过来。1、2、3，紧张到爆了。轻不轻？轻不轻？很轻哎，真的假的？轻，抛向空中看，可以。哎呦，可以。我跟你讲，我们要比较一下。对啊。来，来，你过来。怎么样？来，你抱。哎呦，抱不到。你要知道我们中间有差别多少。好，来，去。是的，这一阶段，哎，帮我写下来。这一段啊，永远播放在我家。蛮有心眼的嘛，啊，好了，这一 round 要选谁呢？这样，这一 round 你选啊？我选吗？你选了，那我选37，恭喜你，来。你这个主持人，我喜欢37，要酝酿，然后再选一个37，然后大家就哈。或什么之类，会吗？对，真的酝酿了之后会有哈哈哈吗？不是，你在酝酿会有嘞，对吗？你酝酿了大家想揍你。你选一个，我换你，先换我先哦，快换你，我节奏很好，快换你，先换你。哎哎，大哥，你先主持，你不能点到啊？我什么？你选一个，
节奏。我决定选择三十四，因为这是我的场子嘛，我要选三十四。等一下，徐慧美，你刚被拍到松一口气哦。有，我为什么要上主持课？对啊，有补到，刚刚那一趴有补到，今天有。到底是几号啦？到几号？我喜欢三十七。你喜欢 ？OK。自己小妹要先疼爱啊。对啊，就像你们疼爱我一样啊。没有人，不是一家人，一家人，好了，可以吗？恭喜三十七号，恭喜三十七。三十七，请坐。好来，请坐。等一下，你别看那个。来，各位，一二三，把口罩拿下。一二三，哎呦，对不起，我三十六号啦 ，L B 啊，来 ，L B， 怎么样？这一幕情侣哦，一幕情侣啊，你们，对，还有一幕情侣，来再表白是一位表白 ，L B 是我看过就是很认真啦，然后而且对自己的工作非常负责。算是很有毅力的一位女艺人。我今天是来应征你的员工吗？不是员工，是小妹了。那现在你不是小妹了，所以你可以晋升的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是？所以说你敢不敢跟我比一下毅力？哦，怎么比？怎么比？就是尬一下毅力嘛。好了，敢不敢？怎么尬？那就决定尬毅力了。尬毅力。可以 ，OK， 好，谢谢。说尬一晚有录到吗？有，录到就好。好了，急着要走。好了，麻烦了。好，谢谢以上九位。接下来我们四十二号厉害了，明星脸事项 AV 女优，又来。那这个康哥一定知道是谁？谁？大泽佑香。哎呦，是不是像了吧？接下来这个厉害了，哪里？本身呢？哦，这个腰厉害，27腰，27比较蛮粗的。哎，我再讲点加分的。处理一下。不是啊，不能处理一下，我觉得蛮好笑的。那就不要处理，不要处理的，继续下去。接下来换这个婴儿肥，没关系。这位，好，来，你是老妖精吧？你是 Kidding。老妖精。而且他还破冰，我受伤了哎！怎么了呢？至少人家说蛮像蔡依林的嘛。你有没有发现你今天是几号？44，嬉戏耶！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故意，我收到的时候手有点软。啊，好，来了，哎，各位最坏的过去，我跟你讲，什么叫优秀？好，45号，漂亮是他的锁骨。拨开来，头发拨一下。哎呦！啊！往前走，走秀 ，music。哎呦！啊！我的老天爷！哎呦！厉害！屁股身材非常好，非常厉害，而且还有一点小巧思，什么？在他这个胸前这边，那是什么？打了一个蝴蝶结。哎，现在很流行的。我也有。你没有？你那个不是？你那个不是？你那条是什么？夺命的？童子军的。来，这是可以自由拆开的吗？只要说，我选你当我的小妹就可以啦。那是鱿鱼丝，大哥。哦，大哥你好。哎。你如果选我当小妹的话，这个可以。哦，好。大哥还是老练哦。46号。哎呀，46号。对，32C22，32。46号，你那个会不会也无法呼吸哦？46号说自己下面很好吃。啊！他以前在面店打工，47号，32C24，35。真的假的？他自己说自己跟美到可以跟女神同台飙戏。哪一位女神啊？对，谁？许维恩。许维恩，那就是跟女神飙戏啊！对，而且跟女神飙戏。是电影还是戏剧？哦 ，K 的女朋友那个。哦，电影，他是演电影的。电影演员呢 ？Movie Star 啊，你们是演夜店那个对不对？对。是不是？你怎么这样？对不对？干嘛？叫什么？干嘛？什么保不保的？摔到缝里。你是夜店的？对。啊！好凉。来，48号。哎，48，哎呦，眼睛漂亮啊。这个哦，34D。24、34，我们49号，这个厉害了。49号，哎呦，哦，这个厉害，眼睛外国人。他参加过日本未来大胃王。
比赛。伟兰是台湾的电视公司，伟兰日本台吧？电通伟兰，伟兰日本台大胃王比赛。日本伟兰，我都没听过日本伟兰。但是他参加大胃王比赛，他的腰才23哦。哎呦，你这样讲就针对43号了。没事没事没事，对啊，厉害，好不好？来哦，我们最后一个。今天的四九号，你最多可以吃多少东西啊？200个握寿司。你怎么嫁得出去？我的天哪！最后一号哦，看看仔细哦，50号，对，32C、24、33。据说他眼睛很像隋唐。最后的啊，张立东选。最重要的是什么？表妹最重要就是贴心嘛，贴心，对啊。但是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外表不是那么重要，要合得来，一家人嘛，对不对？我贴心。我觉得，45号隔壁那个是。46号。这个顺序就是。46号。对。是。因为我这边看不到。啊，那个。45是美的，对，45了。你建议45？对对对。你看你，我也觉得50号哎，对不对？对。康哥嘞？对啊。不问我嘞，我觉得48。48。48。那我就选45。哎，为什么？为什么？因为45者为俊杰。来，其他。请把面罩拿下，一二三，啊，是不是老妹嘛？你刚刚不是选我吗？来来来来来，你刚刚选我，康仔，我是选你的，我已经很认真的在演年轻妹了。我看得出来，说我选你啊。嗯，你看得出来你有用心，是不是？哎呦，真的用心良苦。康哥，等一下，那个是谁找他来的？你不要破音好不好？你不要破音好不好？跟他拼了，我整个。好了，那这个不好意思啊，但是大家就下去休息一下哈。好，向右转，起步走。好，谢谢你们。谢谢。小康没选，我没有选。OK OK， 因为后面的我。来来，我全部算你啊。站过来，对对对对。好，我们从哪里来呢？我们从大哥的好。大哥，好，大哥，大哥，看会不会让我失望啊？哦，不错哎，不错哎，二个，十四号，一杯，七，哎，麦克风，楚楚可人，对对对，你看你刚有哭过的，没有，有接睫毛，现在翔哥，翔哥，翔哥，27号，麻烦你了。哦，是不是？终于选，你好，眼光好啊，哇塞！你叫什么名字？啊，我是薛如涵。薛如涵，你跳一个给他看一下。然后老婆来啊！老婆回娘家了，今天不会。对，老婆本来要来探班，要回娘家了。我是说今天不太方便。对。好，那你先。哦哟，来。啊，老将，老将，老将，七哥，你什么意思？0.1秒都背对我。我的意思是啊，老朋友，然后我想跟新朋友讲。去兼职，老朋友自己要带动自己。我也是很心甜的，偶尔要尝一下。还是凭自己实力赢吧。对，凭着实力。大家好，我是 U E。老公老婆要搏头刀。你这样子对吗？你这样选我出来。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好了，最后，非常好。来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格格。啊，格格，格格，好，来，两个小弟收尾啦。来，坐稳点啊，站中间坐稳点一杯。来，去。这非常荣幸呢，大家见证到我们这个选这个新的小妹。对，等一下我们就带这些新的小妹去参观一下我们的新家。是的。那我们国光花花盲之大哥是对的，我们明天见。